当时
细啊，通常就是别人安那个，别人向前去，对不对？向不到头，眼睛就瞎了，然后前面向前前前前前走，我前走袂动，不是干那个，里面已经了，里面飘扬，所有都是向前。我说平安的，一上来啊，金德是过了，金德是过的，二五年三万四上去，也是有怪多的。他说的这样，也是千千万万，是的。所以我其实的在教务界里控制的，咱语言主席我找他的信会潜力之外之外。都行啊，一竿枪不过我都往后就跑，如果在家往南往后，是不是这样？都是这样，但以前上山还是很困难，但他的营养呐，刚大出一小米小米，一路一路发送，我看见不见啊？对对对，哎呀，好啊，阿婆，刚单面的，你发展啊？慢一点，上到那前报名，还有的上上了单，没有单，好啊，感恩，开心满天下，我嘛要请师傅进门见好不啊？来师傅，他都爱是啦，我第一站，好，一站就是九月萝卜。九月初一啊，点子落去食，到今仔九月二十天为一粒子变成一丛，所以讲这丛呢，会当讲是迄粒子出出来的成分。那呢，菜头安尼合作一丛，吼、哦，这条就是菜头，这个是菜头尾。恁今仔日千万吼、哦，爱看看甲我食。不管你是胃尾啊，还有胃头也好，一定要看看甲剥剥甲一丛吞下落，安尼这条安尼过你一丛，是安怎这长？我哪会买甲切一半？万古啊，你若硬着吃吼，你多过你半个人，我哪会买甲切落较油嘞？甲切甲脆脆脆，我唔知安尼过你对一位。所以讲，今仔日不管恁安怎，一年365天，干阿今仔日有尔。因为诶是喏，本来顶礼拜就要抠伤细丛，我都抠，后礼拜已经加一倍丛，恁无材料食。所以讲，今年啊吼，为着恁要健康长久，就是爱九月初一种的菜头。来吼，十月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，一年365天，干那要出5天的菜头，比韩国什么国较薄。所以你啊看卖，要食到这丛365天，拄啊干那今仔的这天，所以今仔你来，我都食偌济，今仔日我会请玉皇。用偌济予恁食，因为这是今仔日办的，尤其这拢是食，我无希望要下到确定恁大家人搁甲我掼掼转去，放咧冰箱，放到明仔载后日了后日我无来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我希望讲是留着恁的腹肚，而且尽量加食，所以讲今仔日这个是足特殊的物件，吼、哦，今日若有来的，恁有口吼，猛个。蒙布就像咧牛布草，一直甲布，一直甲布，一直甲布，吼，安尼吞下一丛就是咱的啊。啊，这丛要顾咱一丛，所以讲这嘛是咱的哦。然后的是恁听好哈，迄个去卡汤，人祖传三代的好药材，去卡汤是200几年前的药草，传到今仔日，所以讲恁的筋甲恁的骨，看恁外无好，吼、哦，恁甲食看卖啊。因为这贴药若无够好，因阿公袂传互因阿爸，因阿爸袂传互因孙。你敢知迄个孙为着要来阮遐读青草册，要爱一张毕业证书，通啊要来卖这贴药啊，
结果我的陈天乐老师迷惑太多，在我那开十六班了后，伊讲不开了。拄啊，伊来的时候，刚拄到不开，所以讲安尼伊无希望啦。伊唔捌甲这个药材来转送给我，今仔日恁那食会着？好，搁再来哦，恁听好哈。这个番麦啊，吼，连一滴油啊，一滴农药拢无，逐水拢总糖加。阮昨个时干呐掠虫掠要到胃壳，所以讲个时阵，伊嘛到今仔日都无啊。所以讲，我希望讲个是啦，咱今仔日个人听我所听我讲，苏可能哦，歹势讲，由我来讲，我希望讲我摕来个物件吼，咱无少时间，进十二点，互你食到十二点外，食到一点，甚至两点，你搁甲我坐咧遐客房买，我都爱，我卖。我来卖，让我看到，让我感觉讲无够好，拢啊体力遮大个，一届拢二三十岁，安尼规个拢总大肝脏，恁爱知影？干那我含苏，我有甲恁点着未？即块地是阳气地，正伫遮你拢咧闻着阳气的气，今仔日来食着咱的阳气。阳气、甲阳气，来恁的人气来甲食是三项。你甲我的物件拢总包包倒去恁家一间，无一定是破病十年的厝，无一定是中风五年的厝。你摕倒去厝，迄、那个磁场拢不对，拢不对。相信讲两点恁搁在遮咧爆发咩事，我一定袂甲你认的，一定还搁感觉讲服够好。但是恁拢包包啊吼，为遮地地吼，像迄汤啊吼，为遮要坐转到台中，坐车摇来摇去，转去到厝拢总臭酸，恁敢知影？我嘛唔敢有说真嘞，迄脚汤十万块嘞药材呢，真正呢，吼、哦、我无骗你哦，吼、哦，那这条专柜我拄仔有甲恁讲，哈、哦。迄、那个桌边仔，迄个师傅，伊规身躯个脚趾仔拢咧烂，一撮一撮拢咧烂，迄个是糖尿病起有倒。啊，我嘛有甲恁讲，伊就是无法度爬起来，所以无法度坐住脚，所以我坐脚趾仔。啊，我就甲你讲，即、這个真正是有毒个药啊，嘛是糖尿病药啊，嘛是痛风个药啊。但是个时，我即款我今日把我请咱个明年师傅来个人，大家拢三条三条，规拢分了了，我嘛感觉讲，恁等下吼，恁到啥物？气拢装无，所以食嘞拢无关系。所以讲下时吼，恁若袂，咱确定过来加食，过来加食，吼。啊，所以讲师傅啦，拄仔好，讲者较便宜，去困一个中昼起来，半日还搁咧食，哦，迄偌爽，你敢知道？啥啦？时间留大家，气素愈侪，恁的身体就养愈侪。我今日甲恁讲啊，真歹势。所以讲下时，我请大家啊，吼。尽量大家啉好饱、食好饱、睡好饱、看看食，就是莫有迄个动作的啥。吼、哦，我拢逐日站在阿叔路啊来咧，干嘛呢？唔、哦、好，吼、哦，因为这煮起来物件烧烧，一个人好食呢。安尼感谢哦，啊，谢谢你来说嘛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中间咱在座吼，咱在座伫迄个山顶也有食着济人，真正恁吼会当安人看讲会当欠福是欠福欠福啦，为什么？啊无咱在座你敢无？哎，是啊，啊你讲咱看当中物看，但是咱嘛无食。无人安尼食，但是我食的，为什么？我去台湾新电视，我见我今天家用的，伊就是用一个时段。萝卜老蒜呢？不是即马安尼老蒜啊，是日本养生苦行汤一定要的药。哦，同意啊！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同意。你唔好食无两嘴就哭啊，就停半条。
今仔日是十一月初一咯，哈，拄啊到恁今日礼拜一呢，啊，所以讲恁看到今仔日这，哈，讲正经的时阵啊，一世人实在的意外，实在是外福。我甲他出一个嘴尔咧，伊昨昏先去咱遐，我意外。明仔在后天，明仔在后天啦吼，咱敢会当搁再创奇迹？因为咱曾经食过诶物件吼，逐礼拜拢几乎拢无共款啦。所以讲诶时候，要创即个定定无共款啦，会加真脑筋咧。所以讲诶时候，伊在甲我提示，老师，吼、哦，这吼、哦，台南啊吼，有这吼做龟啊。这不是发酵物哦，不是哦，来包着啥呢？你看没啊？这是咱的砖粿哦，然后这个是啥物啊？小黄瓜。冬至的三天，等下我们来排个。芋头皮啊。芋头皮啊。哦，够够。蛇瓜、芋头皮啊。小黄瓜。因为今日透早的时阵啊，吼，早起园啊发现着讲芋头皮啊菜拢出来，芋头皮啊敢用了？乌蝶仔，乌蝶仔用了无？用无？用了安尼啦。迄乌蝶仔真多发芽，多只大只，今年乌蝶仔，哈。结果是啦，咱的椒盐仔菜嘛是真安尼吼，规份地拢种甜甜甜，目睭睭下个椒盐仔菜，拢硬绵绵。够椒盐啊嘛？长啊哈，是今年第一长的龙葵菜，第一长伊上大长，真就是安尼尔。咱种园啊有几啊分地，拢种遮尔大长。那这乌甜啊，伊拢咧食啥？拢食咱的甘蔗皮啊皮哦，拢食咱的青草，迄个木草皮的皮哦。所以你也看咧，又高肥又高水。然后呢？这椒盐啊菜啊哈。嘛是安尼，肥足足水汤。所以讲，你啊看咱即摆包着，哈、哦，若讲海苔有特色无？无一定，哈、哦。上特色就是咱的鸭心菜，安尼个包伫即内底。上特色还佫有头前迄个芋苏就较一个，芋菜脯较一个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咱的芋菜脯，哈、哦。上盖脯芋菜脯。用伊来泡遮个青菜个料，好，即片是啥？芋糜吼，好，芋糜嘛是脯，用芋糜来泡遮个菜个料，好，即个是啥？即是盘。油啊哥，油啊哦，吼，即是七月盘个油啊，吼，油啊去炼出来，油啊哥哦，来代替糖分哦。所以讲个时阵啊吼，做出来物件，你甲看下，即个无食，干呐看嘛冻袂掉，即个都要当买，无可能啦。啊，所以讲你也看到，哎，有咱的，安尼，即个安那，有闲的朋友来甲咱倒手，啊，倒有安尼，所以讲咱讲这双手看外好用，哈，倒有法度今仔日会当互人用嘴来食。那这卡呢？无带要断掉啊？那这卡呢？啊，因为这卡。好，咱今仔已经第三天了啊，这是祖传三代，两百几年，历史两百几年，敢袂心动吗？哈，人会当传两百多年，无遐简单哦，哈。所以你来看，这个，这个应该是芋甜仔菜的款哦，哈。芋甜仔菜，今年第一出来的第一层。安尼下早现去甲挂，进到一只恁就食会到。然后来这个饭讲一个啦，讲一个啦。好来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饭。饭吼、哦，内面就是有咱的菜脯。哈、哦。啊，搁有。重点。菜脯，啊，重点就是有咱的迄种腰炖，甘那来纳木。好。
青色就是叫做眼冷。饭色是白的嘛，即摆饭色变青色，今日即个饭是咱的辣木的叶啊，加咱的腰炖草的叶啊。啊，你要豆包。啊，所以讲腰炖草唔免讲嘛，我拢甲你讲打腰炖炖泡，吼，恁敢有法度去食到讲？啊，所以讲即块饭恁敢有当食？无啦，都爱来食，哪有通好食啦？好，那若讲即片的时阵啊，吼，无抵抗，恁无了解，哈，这是迄、那个九九重阳节的过灯光，我临时走走去到来宜的上山顶。去请原住民吼、哦，乌来卖咱的番薯哦，所以讲伊个番薯是紫色的哦，番薯是紫色的哦，哈、哦，不是芋仔啦，是番薯啦。那恁今仔要食到这個，就爱我林师傅走去甲原住民握手的时候啦，啊，今仔才会出现伫这哦，所以讲的是啦，很特殊的 M 物件，无一定讲的是伫恁遐就有哦，哈。所以讲，好东西都爱这个好地方。来，今麦，哎，那名言是念一下。好了。好，念一下都，念一下都。啊，迄、那个就是咱的，椒形啊菜的迄个骨，你看伊的叶绿素，气片片，我讲甲你说，无呢？那我讲有去甲顾，无呢？我讲甲叶子，无呢？吼，真几啊分地吼，拢差不多一尺长安尼，比。啊！你刚刚看到了人间美味嘛？哦、啊！这种摊摊哦，会在哦，哈、哦，八点外，趁我临时要来的时候，俺临时打入去门啊，甲怪哦。然后这盘的叶绿素煮未死，温未死，伊就是五爪的地瓜菜，五爪就是五起啦的地瓜菜，哈、哦，伊的叶绿素青甲翻乌，哦，所以讲的时阵啊，哈。啊，清朝朋友哎，我拢伫遮一直甲咱招呢，就讲拜伊来遮聚会，来遮聚餐，好好呢，为着咱即身躯哦，我拢讲即身躯就是咱的总财产啦吼，好好来甲咱的啊总财产安尼来甲吼，啊若讲真啊有冤吼，有善冤，有智冤吼，愿意啥，愿意来遮甲咱来倒包来互咱这个啊。大家来有口互动呀，啊，真好啊！哦，你搬厝搬咧，恁下恁厝搬咧入正港，啊，所以讲拜伊搬一下工来遮咧，你嘛食会着，嘿，我嘛食会着，师傅嘛食会着，吼，啊，大家人来遮，大家拢食会着，皆大欢喜，哈、啊，所以谢谢我，也谢谢大家，当然想要谢谢我们的大明朱启书。哈、哦，永远这就是咱爱感恩、爱感谢哦。咱的师傅呢，是咱哈，使咱伫遮徛，哈，啊伫遮啊食的一个最大的大公司，哈、哦，最大的这个啊武汉呐，这个叫武汉的一个是咱这条福报的中源头，啊、哦，所以讲，哎呀，卖讲干啦，我的亲戚朋友嘛。有缘的人哈，拜伊就是安尼，哈，接哈，啊，来遮，无来遮行行的嘛。何况呢，哈、啊，为十三，哈、啊，正月十三，哈、啊，今仔日咯。这个拢无表示的空关啦，哈、啊，是我第一届结出来的。龙葵头，但是这咱的草无咧用单味啦，所以讲龙葵头呢用龙泉水，哈、哦，内底还佫有加一个咱的重生不老草的一个巴生，啊、哦，佮再南着咱的如意者的甘蔗，佮再南着咱的救世者，就是紫叶红心。乌食的成分说，这内底是骨内面。然后的时阵啊，哈，这罐代表龙，哈，这罐是咱的梅子。所以讲的时阵哈，你若正月十一月十三来的迄天，哈，是我甲伊现场甲加落，哈，内底呢
搁甲恁下几粒啊糜啊，互恁安尼一手掼着即罐，会当互恁带只啉几工，甚至你要转的时候，即个搁互恁带到厝里转哦。所以讲，我的怨恨了介大嘞，师傅拢一直讲我会伤无用，确实有影，我真正会真无用，哈、啊。所以我嘛足呼吁讲，即个十三，哈、啊，十一月十三，哈、啊。莫讲冲着我啦，哈，冲着恁大家身体健康的时候，好好啊，哈，来个为恁的身体，一种平安跟健康啊，好好啊来为伊，哈，把你的身体顾好。所以讲，你看，有好恁无好。你早起以后要吃，要吃。有好恁无好恁啦，拄仔才看到师傅啦，哈，我即马看到师傅的桌顶剩无半块。哈、哦，啊，这罐是我第一，哈、哦，第一今日摕十三罐来，所以讲第一罐就舒服咧。那都我一个啊，尔还袂过头的，所以讲舒服已经来啉到剩安尼啊啦。何况舒服还佫无甲这加落哦，如果这个若甲加落来讲的是啦，哇，迄口感又不一样了哦，啊、哦，这个感觉哦会更上一层楼哦。所以讲这个叫做浓美的就是水。有龙葵头，有梅子，哈、哦，还、啊、有龙泉水的，就是水，阿、啊、有可能我林淑芬，哈、啊，这四十八年青草的根哪里？有可能我未来，这就是我要跟你结缘的性命。啊，所以要跟你结是你爱来呢，我唔知恁到底伫对哦，吼、哦。好，总归一句话呢。师傅拢有讲一句话，这就是咱的家。只要你若来到这，这讲拢总是咱的啦。随着咱家打啦，随着咱家啉啦，即马遐啦，大家拢在吃啦。我若无较紧来吃，我等下我来弄熟啦。哈、啊，所以讲，好地方，搁有好东西，搁有好的，这个，龙泉水来陪伴我们，这个好不？是要对球啦。何况的是呢？我讲，恁今仔双脚来到这，是师傅两只手哦，去甲伊安尼捂三十多年，一开始摸到这块地，到今仔讲多三十多年吼。三十一年。为哦，系啦。为开始摸到地哦，嘿，是三十五年迄个时阵，做啦还佫别人个呢，哈、啊，好生清茶培养来跟咱的。在有缘的朋友一再呼吁，因为时间无留人嘛，啊，苏芬嘛已经八十岁了，我嘛已经要到七十岁了。那前朝我讲做无久，四十八年了。我打来甲苏讲，苏芬，你嘛好退休来享受，我嘛要本业放弃，咱也应用来泡茶好，咱拢卖做安困。结果无法度，你也看嘛，即马佫接到一支的时阵啊。嗯，也够有摊位爱做，啊，为啥子？当然嘛是为恁做啊，啊无师傅有提有交，就讲话有提提示着呢。讲我当然为众生服务吼，我是众生的奴才呢。我即卖的时阵吼，要来用这个龙井水啊吼，要来甲恁服务来讲，这个龙井水是咱的夏天的粮食，啊，是一个新准的。所以我甘愿要做龙神尊，要做着咱弥勒神尊，要做着咱合天的众神尊，我要做因的奴才。我若歹做众生的奴才，就是我已经歹做青草。所以讲，你若要找我来讲，我甲你讲，迄项嘛无，迄项嘛无，迄项嘛无，是安那，就是无正。所以讲的是啊，师父嘛是有一个小小的愿，希望讲的是啊，咱合天哈有这个青草落地的。时候，但是人手不足啊，哈、啊，一定爱有人来甲种落啊，唔到有通啊落地啊，啊嘛爱有人去甲管理啊，啊，啊讲好啊嘛爱有人去甲办啊，啊，所以讲我含师傅呢，啊，真正真难分哈，想要来困求咱有闲的人哦，哈、啊，无这个工课要做的人啊，无想要做的人，啊，想要要修身要养性。哎，这可是好地方哦，哈、啊！所以讲无人，我嘛无法度做哦，哈、啊！那你若讲，有这个机缘呢，我们就在和天跟那个师傅见，跟我林师傅见，哈、啊、，OK。
Ooh.
在玩干嘛？一点爱要庆祝，是因为这么多年给他庆祝了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庆祝了。